5:48，轮椅社长呢跑到了北区的何宜辅具中心，北区的何宜辅具中心在这边修轮椅，修轮椅，因为呢电灯坏了，经过他们这边的技师帮我修理好，啊、哦，而且呢我跟记者说我们生活非常辛苦，没有收入，啊、哦，所以他呢特别，不收我的钱。啊，真的感谢我们合一的技师，北区合一的技师。记者呢，这个轮椅到外面爬爬照，已经被这些厂商坑的是连骨头都没有了。啊，5000块钱的，2年的补助费不但没有，另外自己还花了好几千块钱。啊，这台轮椅用了1年3个月。如果说以这个灯泡来讲，我请人家，他说出来一趟车费就要300。啊、哦，然后材料费加修理费加的要360，我看大概要660才把我灯泡修好。今天合一中心那个技师简简单单就帮我换了一个零件呢，不收我费用，我非常感谢合一辅具中心呢。也当然是我们也会跟社会局局长反映，跟市长反映这边的非常非常的服务的人员非常的和蔼可亲啊、非常优秀。我们就建议我们这个。轮椅族呢有问题，我们来合一辅具中心来听他的建言。他是个非常优秀，因为这些厂商非常可恶，吃政府的钱，然后吃我们残障人士钱，非常非常可恶。残障人士家庭负担都那么重，本身都一毛钱都没有收入了，还要在那边坑残障人士的钱。你们这些可恶的厂商啊，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尤其是那个我买的这家电动轮椅啊，还是上市公司，可恶到极点。还有那个帮我买这电动轮椅的老板，哦，拿着一个旧形式给我，可恶到极点。没有一个是好人，你们不要欺负残障人士，到时候我到调查局告你们一下，让你们死得难看。